今天不让门啊？对，今天那个跟老板娘请假，来，来叫大哥给咱补光，两个人摇，三个人摇不起来。行，人有这三轮车吧，等一下。来，摇。摇起来啊！拿起钥匙锁上门，我叮叮当当精神点，换上五档开的车回，手握刹车就得油门，按起喇叭帮人叫，一溜黑烟我的心跳，前面车靠边靠边，后面有车队，我三轮安打自动排档，抓紧车位拨动开抢，前进档超车档，红灯黄灯就是闯，输着一个大背头，我三轮说车就是溜，双手他把歪拧灯，噼里啪嗒去兜风，载着我的女朋友，我拿起了啤酒抽了两口，警察见我的绕道走，我见到皮包就伸手，爱谁谁爱谁谁，我下车就是谁，眼看来到步行街，我油门刹车一起变，换的就是回头地，潇洒时间再继续，停车靠边找车位，摇起来，使劲摇，把车子摇翻，来，牛逼不？